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呢，我实在有点受不了。就是之前呢、我不是我自己的星芒是白色，那前一阵子绿色到货，卖了两三个，但是就是开给客人看的时候，觉得哦，这实在有够漂亮。可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白色的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。今天又卖了一个绿色的，我这边就剩。绿色就剩最后这一个现货，那我下礼拜会再过去拿。那我就客人买了嘛，然后我就打开来看啊，总是要给客人看一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瑕疵这样子。然后我就看着仓库里面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实在有一点受不了，所以刚刚就把它开来用了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，星芒之前有介绍过，就是它的。流速啊，各方面，反正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滤杯里面，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的。那所以，我现在绿的开来用了，所以白的放在远方，有看到吗？在那个在咖啡色那个桌子上，白的。那另外一个是 Hario 的那个白色的滤杯，那不管。所以我的白色的星芒就卖二手了。那如果有兴趣的，请到我的粉丝专页，我咖啡馆的粉丝专页，小雨咖啡实验室的粉丝专页，就可以有细节。那这边真的这个绿色真的好看，我觉得它的绿色比蓝色还好看。我觉得它的蓝色就有一点太亮了，没有那么耐看。它的绿色真的是好，拉个近近。烧的真的是很漂亮，我刚刚用过了，真的也是好用。那这个礼拜的咖啡的滤杯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是什么都没有介绍到了，但是刚刚实在受不了啊，我开了想说就来录一下好了。嗨，妹妹。嗨。